变啊愈大雨，对造成农业的损失。来看下彰化，彰化福兴乡的这个时节，佫本来要收成的，也佫因为愈大雨造成严重的落果，有诶变咧崩心的，甚至有受分不良的畸形果，损失超过两成，农友真有够艰苦。另外，伫溪湖呢，溪湖有真侪这葡萄园有三成出现这款严重的灾情，农友赶紧趁无雨的时，赶紧采收，希望讲会使降低损失。哦，里面几乎都没有什么料，有吗？就是空的，好啊，这个也没办法出货。农民甲时间够慢来，结果一掰开，内底拢无果子吧，好农民真无奈。非常多雨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刚好我们也在开花，比较冷的时候，蜜蜂也不出门，所以它就算锁果之后，里面的空心的成分也很高。除了无果子的时间够，阁有授粉不良的畸形果，甚至阁有因为落大雨落落土块果子，干来当幼崽因烂。五分地时间够横，因为落大雨损失哇三成。假设我损失一百箱，那以现在的市价来讲，的话，一箱是大概七八百块的话，可能也损失了七八万以上。来到溪湖的葡萄园，即卖已经进入葡萄的采收季。不过进前开花期拄着寒流，加上七阵啊一直落大雨，已经有三成的果子出现严重的裂果。有水还佫出日，伊就那像伫咧煮菜咯，菜汤烧开，哎，伊就害啊。虽然葡萄采收的数量减真多，巷口嘛出现欠货现象，货价再继续也袂起。农民趁雨停的时阵，赶紧来采收。你若安落，啊，顶落落到乌安尼，做大水安尼，啊，浸着安迄阵摆，啊，今年是咱无浸着。啊，恁即摆是趁，要袂讲真正大雨来进来采收的着吼。天气有当时寒，有当时热。气象局阁继续发布豪雨特报，看天食饭的农民心情嘛，对咧紧张，都惊损失的继续扩大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